这台木兰50是不是很有年代感？它承载了多少人对摩托车的回忆啊！看，还是铃木的发动机。经过师傅检修呢，是火花塞的问题，现在还没有配件。啊，只能等配件回来，我再把你复活了。还是打不着，我还是带他去检修吧。